军体公粮有上来了，庆祝欢乐十周年，身上穿件新衣裳，把小弟子送起来。老家得七五，今年六十七，他家龙海伟，今年六十八，我一位老糊涂嘞，我是颠倒了，我是七十六，他是八十六，给不起嘞，给不起嘞。温柔老人每天这样做的温柔中心有爱心，是一个温暖的家，大大红木一定有周到，古老人以香港温柔倒是东不小，交通中呱呱叫，每天接受保安的早上，老人下车有人接，小里向人闻声早，王妈妈早，张爸爸早，刘妈妈走后身，叫得我们心里热乎乎啊，热乎乎啊。餐饮中真辛苦，烧菜楼来数一数，米包、锅具、大肉包、衣物粥、南瓜粥，还有香喷喷的咸手肉粥，我啊馋得口水。哒哒滴嘞，哒哒滴嘞，哒哒滴。我是说，阿拉一碗，有一碗，有一碗嘞，有一碗。哦哟，肚子胀得像啤酒，路也走不动嘞，走不动嘞。五彩变化，花样多，吃不腻，好菜。阿伯去，福利门去上个戏，刘妈妈宇宙之王穿来穿去前七遍，老人满意才能心欢喜。爸，爸，爸！活动中开动脑筋立功劳。大小合唱高声亮，各种舞蹈真优美，广场舞、越剧舞、感恩节的嘉年华，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在我的家乡，有着闻名遐迩的美丽的西子湖，那里有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和如烟似梦的秀丽风光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如诗如画的西子湖畔，请欣赏舞蹈六月莲。
Thank you.
唐宋诗篇长眠在你身边。
Thank you.